哇，屏东中学好多牌子啊，这里啊，真是这个中学不一般，可能要成绩比较优秀，才能就读这个中学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灰灰，今天我在福州的屏东路，身后就是树兜长者学堂食堂，这个长者食堂就比之前吃的那几个看上去都要正规，而且装修各方面都要豪华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它沿街的那个铺位，看见没有，绿色的这一圈，然后它这个字也做得非常好，过来就可以找得到，而且不用那个导航的，你走到这条屏东街就看到这个屏东长者学堂，而且它这个应该是对外的。现在的时间是12点了，还非常多人在里面吃饭，走，我们也进去吃，我们趁着人最多而且生意最好的时候进去看一下。这边是屏东中学的校门口，这边一排一排的都是等着接小朋友放学的，还有几分钟到12点，走，我们去吃饭，我们来吃饭的树兜长者食堂学堂，走，它这个对外的很明显，看见没有，那个价格牌就放在外面，小笼包多少钱，这个米糕啊茶叶蛋多少钱，这个还有关于福利跟优惠的。这个长者食堂是三个餐饮机构入驻的，一个是包龙鲜，一个是善源食堂，还有一个是清口清汤面。包龙鲜的外带柜台，给你看看，我来包。哦，这边还有，也是一样的，这边也有图书角，自助餐台米饭，我们吃米饭吧。哦，这边还有转角地方，还有还挺大的地方的。价钱在哪里？没有价格。哦，这里，一刻生活，长者10元12元，用餐时间。这个都打好了。拿个茄子吗？啊，这是罗汉肉吗？夹骨肉，这个有茄子，刚才的。不要这个吧。这个看上去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夹骨肉一份多少钱？12。来个夹骨肉，看上去挺不错的，看上去啊诱人啊。OK。这个明显少很多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这么肥啊！放这里，这太肥了。韭菜猪血吧，韭菜猪血。好的。我到十块了。这个是脆的蘑菇。哎，我这多少钱？3元。老人家是优惠多少钱？老人家长者卡有套餐。哦，几荤几素这种套餐呢？2荤1素。多少钱？10元钱。就是上60岁吗？啊，对。要出示那个。长者卡。哦，长者卡是银行发的。对，还加银行办。没了没有？没付上。谢谢。那个太肥了，那个没拿。这是调羹，哇，好大的调羹啊！这是消毒块，这消毒块没有认真消毒，还是湿的。找个桌子坐，它这边好就好在位置比较宽裕啊。它不像那个什么，不像9号食堂那样，你这时候中午过去，
都没地方住。OK， 这个位置挺好的。哦，这里还有好多牌子，长者爱心专座。我就是长者了，我坐这里。它这个餐厅类似于一个 Z 字形，好多转弯都可以坐的。首先要说的是长者食堂那种凳子，看到没有？皮凳子，带扶手的，比外面的餐馆的凳子要舒服很多。实话实说，这餐不如上一次吃的那家长者食堂。上次吃的那家是有鱼有肉有菜，才12元，这次是两个素菜，13元。所以这个主要对外的那个长者食堂优惠幅度，就不如对内的长者食堂的优惠幅度。茄子，红烧茄子，这个茄子是加豆瓣酱进去炒的，有点辣的。还有辣椒，这个厨师水平一般。都是豆瓣酱的味道。附近好多工地的装修工人或者建筑工地的工人都在这边吃饭。这是猪血，猪血在福州被赋予了吃猪血能清除肺部尘埃的那种功能，就是在工地里干活灰尘比较大的或者是抽烟的，他说都要多吃猪血可以清肺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猪血上面有这些蜂窝状的这些东西，他说可以清除人体灰尘。这个应该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哈。刚才本来想吃那个脚趾肉，看到没有，太肥了那个，而且打菜的那个阿姨用那个夹子就数着块给我夹的，哎，他夹的时候有犹豫，夹这块肉的时候他怕他自己多夹，又怕自己少夹给我，就这样子来来回回来来回搞几下，最后夹了两块很肥的给我。我想想算了算了，不吃了，放在那边还给他。这边长者食堂跟那个生意最好的外面福州的9号食堂相比的话，单价比较便宜，但是环境还是稍逊于它，特别是米饭跟这个汤还有菜的品质稍稍逊于9号食堂。我统计下来好像看的是43号。这就是明显的价格跟你那个吃的东西是对等的，你加一加吃的东西好吃的品质好的稍微贵一点，价格普通的就稍微菜品的什么东西就稍微下降一点档次。现在差不多12点半了，人还越吃越多。如果是不怎么对外的那种长者食堂，是人越吃越少，他这里12点人就多了，下班的人多了嘛，好多。看一下，现在吃饭都可以排大长队了，点菜区都开始排队了。现在是12点多，我又装了一碗米饭过来，一大碗。这样算来的话，长者食堂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，吃了5个长者食堂。但是都只限于福州的台江区跟福州的鼓楼区，汤山那边还没去过啊。对于对外的食堂来说，还是以利益它为主比较主要。真正要吃的话，时间比较的话，允许的话，在这附近的
应该要去华坪路那家吃。所有人可以吃到两荤一素，而且汤跟米饭都比这边的好吃，菜也是，菜是福州厨师，他这个不是，他这个炒什么茄子用豆瓣酱进去，那不是川菜的做法吗？啊、哦，终于吃完了。好的，本期吃宿州长者食堂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。喜欢视频的朋友，欢迎点订阅、点亮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吃完不用自己收盘子，阿姨拿着小推车自己收。哇，那厨房好干净，看看，干净整洁的厨房，这个值得表扬。有福之州幸福老人。现在我吃完了，时间12:30了，还有人排队进来吃饭，基本上是坐满了。